你的霍家拳跟你爹的不一样，你拜过别的师傅？没有，我的拳是在祖传的迷宗拳基础上自己琢磨出来的。可有名字？我自己瞎起了一个，叫迷宗拳。哼，你的拳法迅疾，虚实莫测，倒是刚好配迷宗二字。来吧，让我好好的领教领教。